昨天是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，我省各高校线上线下相结合，组织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。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系列活动以战役青春生命成长为主题，东北大学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打造符合学生心理发展需求的内容，录制聆听身体正念生活清新减压系列微课程，开展校内心理健康大讲堂，举办教职工心清加油站，为师生科学防疫提供专业的心理指导。参加了藏在聊天记录里的母爱趣味幸运会，还有心随影动线上观影沙龙，这些活动缓解了我的紧张焦虑，而且可以让我更加专注地完成自己手头的事情。近年来，省教育厅全力推进辽宁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建设，实施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计划，做好科学识别、实时预警、专业咨询和妥善应对。实施心理健康教育一网覆盖，畅通线上线下双渠道，建好用好学校公益心理援助平台。本台报道。